新专辑里面，然后这一首是华语歌曲，它叫做和天空问好。因为这张专辑在讲述的议题比较特别，就是关于文化的事情。那可能有些人身边，有些可能不选择跟这个世界告白。那当我们就是在怀念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抬头看着天空，跟他问声好，感觉他好像是在天上看着我们一样。所以这首歌就是献给所有可能身边有朋友或是亲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人，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感到慰藉安慰。好，这首歌叫做《看天空问好》。山岚云雾罩，
看天空吗？对啊，我都没有平板，大家都有平板，没有，所以我好。然后下一首歌曲呢，一样是新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